谢谢 QQ59237，还有2分钟开奖啊，300块现金红包，在直播间啊，还有2分钟，最后2分钟，只有25个兄弟参与了我们的抽奖。全军出击！怎么不打韩服了？韩服没有人玩了。我让飞哥再好两天，等我把峡谷之巅打到王者，我们就去打韩服，对不对？这就完事儿了呗，着什么急呢？一个月之内，王者700点。大树，直接一 Q 把药吃了，红开的呀。哎，一收不到算。这波我要越塔杀大树，注意看啊，注意看我的操作，注意看，吃个药，顶着他打。直接 W 一点炎 ，A 一下接个闪。看明白了吗？最后一个经验把它吃掉，然后回家。失误了，不是失误了，他老树盘根丢失目标了，没失误。老树盘根了，这很正常。这个盘根就是会丢失目标，他在盘的时候防御塔都丢目标，你说我们更丢目标了，这很正常。而且他升级了，对，他正好升了一个三，他升级了。搜一下，踢过来。他现在就只能 Q 兵，因为我把他越塔给杀了，他只能 Q 兵，他都不敢上来 A 兵。没了啊，大树！我都给你发信号了。好节奏啊，大树！好节奏啊，大树！大树带节奏了，呵呵，大树这节奏带的好啊。可以啊，大树，好节奏。这药没吃吗？哦，忘记吃了，不好意思。全吃啊，这俩。
下一个药等一等。干嘛呢大树呀，为什么他老树盘根我老 Q 兵怎么办啊？你们别老一整大狼吃药了，我跟你们说，潘金莲、西门庆、武大郎，我跟你说，其实吧，武大郎跟潘金莲啊是好人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他们俩是被这个有一个人啊，就是到处去说他们的不好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就以导致就被世人给误会了。其实潘金莲跟西门庆是不是西门庆？跟武大郎是好人，知道吗？西门庆也是好人，西门庆是不是好人？我忘了。对，你们其实是被这个小说啊给误解了，给别人给误会了，明白了吗？挖掘机，挖掘机就在屁股后头呢。挖掘机死了，还是出三项吧，啊，他们还是出三项感觉厉害点。大树，大树又过去了，大树，大树可爱游走了。这把对面这个选手，我跟你们说，让大树这个英雄给救了。为啥呢？因为大树推线快，他稍微玩个推线慢点的英雄啊，他都玩不了。大树一个 Q 一波兵。让我抠一下，想老树盘根，让我在塔下。没用。哎，这大树不又死了吗？这大树太惨了，大树。你说你挖掘机，你就别帮劣势的那人了，对不对？帮优不帮劣呀？哦，他们家没有优势路，啊，有下路，下路不挺优的吗？你去下路帮啊，越帮越忙，那能帮起来吗？你都明知道这大树都零杠三了，还帮？能不能帮我拿个一血塔？走了，去厕所。这蓝枪是谁？这蓝枪是我，是我好朋友。一闪的还是可以的。哎呦我这大给你放的，大树来了，大树蓝枪应该够呛了吧。
这眼儿给你插的，谁插的这个眼儿？我想问一下的。哟，这眼儿谁插的？刚才怎么进草丛看不见呢？眼儿插的行啊。呀，大树又回来了，不用理他，因为根本没用他。打俺们都不掉血呢，都大树有助攻了，那可以杀他一波，来把大树杀了。要过来撇儿子，你以为撇儿子那肯定就死不了了。挖掘机不是又来了吧？不用管他啊，因为没什么用。哎，死不了。哦，不急啊。这波这个虽然我们血比较的少，但是大树它可以杀。哎呦！别！啊！哎！哎呀！哎呀！我走一走呗。哎！来杀 ADC。我就不上了。哎呦我操，这什么呀这是。哎呀，漂亮，这波不亏。还不走？那不能走，那得杀 ADC 嘛。谁知道泰特来了，我倒能躲他大，我就没反应过来，你知道吧？我的注意力在 ADC 身上，我没躲他身上。刚才注意力没在那个派克的身上，反应有点慢了。下路走一波，来，不就是个挖掘机吗？不就是个挖掘机吗？好了，这又能有什么用呢？回家，回不回家？不回家。
躲小兵厚道点，省着他卡莎放技能。哎呦，守备，是吧？给了个25，还、哎。哎，是我反应慢了，还是说这玩意儿能躲就比较难躲呀？反应慢了，感觉这反应，哎呀，反应不行啊，这慢了稍微，得在他 W 不是，得在他 R 就是放完。就直接就没就就跳起来之前，我们就直接得放一个技能，放把 W 给放了。哎呦！全跑了，艾克大招不能帮我打一下子吗？天哪，这波居然全跑了，跑的是有点厉害呀。走回家出小军团，不应该这装备这么次啊，感觉是不应该呀。这12级的猴连个死亡之舞都没有，有点说不过去了。17分钟，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个死亡之舞啊！感觉还是这俩装备太贵了。点灯笼。不着急上啊，都大树，可以把大树杀了，继续继续继续，先把他秒了，挖掘机杀掉，回血，真敢穿呐、啊、老妹儿啊，真敢穿呐、啊、ADC 什么玩意儿，一波没有时间跟他们耗了，快点快点快点，这峡谷之巅还等着我呢，各大职业选手还等着得后要单杀他们呢，快点的，为什么20分钟死亡之舞都没有啊？因为助攻太多了吗？哎，
别动啊，挖掘机在旁边能听到我。可以一波吗？哎呦，别暴击了，兄弟们靠你们了，我是不太行。难死啊，一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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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啊兄弟，这就是不对了啊，这是赶紧一波。哎呦，太狼了，我们就不狼。为什么这个 FPS 那么低呢？这种配置的这种电脑居然只有70 FPS， 是不是画质太高了？让我看看啊，中等偏高，我都调成中等吧。不行啊，这中等没法看呢。拉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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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高高高高高。中等的地图细节这不都没了吗？这玩意儿咋这么幼呢？我打他为啥不掉血？感觉啊，死亡之舞。